Non è meglio, sì.就是那个白衣服，就是那个白衣服。这是一啊，一颗白菜，可以可以。今天收到白菜四分之一颗白菜，有两个红辣椒，还有一个土豆、洋芋。有青叶的菜就不错了，很满足了我们。没饭吃了，我真的太心疼了，他们一次都没有拿到米，他们已经没有饭吃了。你是那个姐姐是吧？我给他们带路。你们那边是什么？我们这一天这么多天，我们就昨天得了一颗白菜，现在我们一直没有得到。你们有没有和你们社区的联系？我是志愿者负责人，我那边公安局的、公安厅的领导负责人都在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全包了，都跟他们走了。
太火了，总之呢，口罩有没有口罩？口罩有没有？口罩没教养那种，真的是。你找哪个来了？快点说话！漏了，我这里说是吧？你是不知道办了没得？你快去了。走走走。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你不要闹，我唱戏。我办好了，你等我嘛。放我后面。放后面嘛，不要放后面。你后头呢？他出去了，你要说。那后面刚不是两个压过去嘛？好，他上。哦，好，不要动你，哎，你不要动，好好好，不动，你就早点不要动了，找事，我办好了，你们两个人这个啊，见了就到我们电脑去，那个最近也给我找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一个老百姓，我们才能到哪去嘛？你说那鸡巴老百姓嘛？他进回家上你在干啥？不是，你到那门口看看去，看那鸡巴看，滚上来，最近也找我们的事儿，走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灿，灿，要买的灿。你们哪个老师给你们老师打电话？你们老师还出来点楼底下来陪那个说？居家隔离，你们跑到底下来，你们还闹，你们还那个。你们讲这话了，只想给逗爆了。说嘛。你们讲这话不对头哦，你们在这公安哦，你们咋会讲出这种话来呢？啊？你们都不负责任，你们讲这话是啊嘛？开起来啊，肯定开起来啊！你说嘛？开起来，你说。开起来。说啊！你这不负责任的，你说是啊嘛？啊？你是哪个派出所的？你是哪个派出所的？问你。讲话。讲话，你是哪个派出所的？讲，咋不关门上？我们是老百姓。我下不来，谁封起来？下得来我不下来。你会乱说话，你真的你胆子大？哈！你胆子大，我跟你讲，你给我讲你哪个派出所的，马上我打电话投诉你。讲你讲，你报你名字，报你警号，报。报出来！报出来！你是个男人哦。你不上县城呢？你要进去中路呢？你要进中路哈，你要犯中路。等你忙完，我分分钟陪你，咋着？你了不起？老子是黑长大的。你再敢报你名字，我马上打电话，我都全程视频录起来，哈。你刚刚讲的话，我给你记到嘞。
好，你哪个派出所的？你敢报你名字？报。